迪丽热巴上台领奖频频捂胸，嘉行传媒为何这样对待自己艺人？迪丽热巴上台领奖频频捂胸，嘉行传媒为何这样对待自己艺人？迪丽热巴获得优酷视频举办的与盛典星球超人气偶像一奖，在优酷盛典中，迪丽热巴一身金色吊带裙亮相优酷红毯，身姿曼妙，艳光四射。本来热巴身穿一身金色吊带裙显得妩媚动人，可胸前开衣领实在太低，惹得清纯的胖迪一味的遮胸。不仅坐在台下频频捂胸，走路捂胸，连上台发言也是在捂胸。本来小编是被迪丽热巴的颜值脸吸引，这下热巴频繁捂胸反而引起了小编注意力，不得不说胖迪可是真有料。不过似乎胖迪黑色的内衣都有点露出来了，怪不得会频繁捂胸。热巴所属公司嘉行传媒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热巴已经算得上是美丽实力并存的小仙女，不必靠华衣吸睛，以后完全可以在服装选择上严谨一些。